这个多少钱？三万。三万？你是卖黄金还是卖翡翠啊？今天卖不卖？你看这个满绿的料子。哪有满绿啊？你看人家这个才是绿，没有光线的时候都不出色。哦、看他能出手镯的份上，再给你交500，7500。你要真心要25000？我问250。250我也是可以接受的。这里啊，你看垫了这么大一道，然后上面有一点点小洋绿，但是是。不在座位上，你这个倒个脚不就好了吗？我能把这个洋绿给它倒到座位上去吗？最低18000，太贵了，我再加500，8000，你发我也发，真不行，男人不能说不行不行哦。你看都已经要下班，人家都已经要收摊了，你又要最后一个走了。哎，行行行，今天我也没开张，15000拿走，15000拿走。这个给粉丝淘的，你一个小圈口谁能耐得了、啊？而且我等一下压下要是有裂，你看你这里裂那么大，压下有裂我把它吃了。从你这句话，8500，要有诚意就再加一点嘛。最后加一口，8888，你发我也发，我没钱了啊。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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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老板，生意兴隆。拿走拿走拿走，姐妹们，料子已经拿回来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没有任何灯光的时候，这个绿已经很正很正了。而且呢，宝贝们真的是捡了个大漏，因为这种料子，只要把它压下来之后，它的色它会呼之欲出，抛完光之后，那个色会放出来非常的亮眼的那种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来规划一下，看看手镯位到底圈口多少。OK， 姐妹们出来了，看看，我的天啊，其实它的水头还是挺不错的，而且种特别特别的好，满圈的话很均匀的那一种。来吧，我们来看看粉丝的心愿，有一个来自江苏的姐妹说，青青，我结婚3年了，一直在备孕，感觉压力好大，我想要一条满绿的手镯，希望今年能够顺利的怀上宝宝，预算万内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啊，姐妹。祝你早日，我们说得偿所愿，怀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贝。那手镯话，8888，给你安排啦。然后还有一个镯心和一点点的小边角，我打算给姐妹们做一些无事牌，也叫做许愿牌，希望你们早日愿望成真，应该可以住个7-8个。想要的姐妹，评论区扣我要吧。走吧，我们去起货。姐妹们，还有什么样的愿望，评论区告诉我吧，我来帮你实现喽。可以呀。我的妈呀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姐妹们，还想要什么样的手镯？评论区告诉我。